我是一名年轻的老党员，我呢是入党已经有18年了。在我一生中给我影响最深刻的是我的爷爷，他呢1944年参军，15岁的他参加过孟良崮战役，在淮海渡江战役中他英勇负伤。从小我就立志要像爷爷一样成为一名合格的共产党员。我在20岁那一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作为一名文艺工作者，我要求自己创作演出更多更好的作品，为人民歌唱。放光彩，红星灿灿，暖胸怀，红星十三，同龙的心，党的光辉照万代。红星十三，同龙的心，党的光辉照。